嘿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木头做的鱼，木鱼啊，小铃铛。嘿，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小铃铛。好嘞，欢迎收看我们的《驯龙高手》第三季。感谢小伙伴的收看。首先，咱们回顾一下上期视频的剧情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没干嘛，没干嘛，没干嘛，什么都没干。不是欺负我的小伙了，你就跑了？下次我赶紧跑了，我怕他咬我。别以为我没看到啊！上期视频咱们是让那个水龙跟那个小绿绿他们俩下了个蛋，没想到他居然是之前还是水龙蛋来着，然后玩对着玩呀、着玩着玩着他就变成火龙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可能是基因变异吧。感觉好厉害呀！然后咱们在矿洞那边又发现了一颗神秘的古龙蛋啊，古龙已经是在那个地下孵化出来了，不过它的那个孵化出来的时间还需要那么一会儿。一会儿会，就一会儿会，不骗你。然后什么意思啊？然后咱们接下来的话，那个先把咱们身上的幸运方块开掉吧。开掉幸运方块，咱们边开幸运方块边等那个古龙出生。然后咱们下期看一下幸运方块能不能开出那个幸运药剂什么的。下期咱们就可以准备准备去打那个了，打那个不对，应该是你跟女武神的女汉子之争。女武神什么东西我忘了，哦，天空上面的那个东西，我瞬间伤害，这瓶药水厉害啦！这瓶药水厉我害，也有好多药水，活又用跟……到，哎呦，你在喷我，你在喷我，你在哪里？你要不是给我出来，我就出在你来！旁边，就在你旁边，你喷吧，喷吧，我就在你旁边。哎，你个小婊子！喷死你！哎，没喷着，气不气？气不气？哎，没喷着，哎呦，算了，溜了。你怕是是个沙，你怕是是个沙雕吧？有，哥哥，你看我开到了什么？什么玩意哥哥，你人呢？哇！你那里好多金块呀！我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。然后哎，这边下好界多之金心块。漂亮。我也开到了一个下界之心，嘿嘿嘿嘿嘿。蛋糕，我怎么进来了？星标，星标，我的星我标，被包满了，走开，我的星标，我被包满了，要不然就捡走了。你个臭不要脸的，偷我的金块！我把金块全都撸掉。幸运过来，宫，幸运宫要是有无限的属性就好了。哎，这我们两可个，以附呀，到时候可以开到附魔，附魔书，对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东西买一下。我看一下。我的妈！这不是幸运宫啊！三级之星卖掉，蛋糕也卖掉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幸运宫，这个，那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已经有那个附魔属性的宫。怎么了？发财了！左手一只鸡，右手一只鸭，身上还背着个臭娃娃，快抢，快抢！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跑过来。完了，耐久。我感觉有不去，还好。哈！打他！弄走。好多羊驼啊！这个小铃铛，小铃铛，这个羊驼你打他一下有惊喜，真的吗？真的。没惊喜，哎呦，吐了我一口口水。我记得好像这个剧情在哪里见过，是不是之前就有过？没有啊，我总记得好像感觉哪里见过这个剧情。你让我打羊驼一下，之前我没让你打呀，真的吗？我打打打打，哎呦，幸亏没事，差点就扎到我自己了。之前我没让你打过呀，哎，这是可能也许打打吧。这是羊驼的血皮好厚啊，居然没被炸死啊！哎，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刚刚打了他一下，他没把我给吐死，他就吐了我一口口水。哎，钻石，给你个挖掘疲劳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可是要挖钻石的男人。
你给我挖掘瓶，那我怎么去挖？哎，居然幸存者不打那个守卫者，他为什么要打守卫者？守卫者那么可爱。蛋糕，哦，金屁股，金屁股，金屁股，这个可以有。金屁股好值钱的。苍天，三十块。最后一个TNT，好吧。哎呦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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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我现在170万了。我现在9,100,000,100,000,900,000多。你个小穷逼！不想跟你讲话。你个小穷逼。对方拒绝和你讲话，并向你放了个屁。哦，厉害了，你嘴巴会放屁哦。走开了，你这个幸存者，挡住我的转化桌干嘛？走开了，你这个臭史莱姆。哦，岩浆怪。有，这个是幸运的。哎呦。有。啊、哇，好多肉、这个、好多肉好多肉好多肉好多吃的。哎，钻石套吗？走开，你不要挡住我的，挖我的召唤钟。铁套呀。走了，再见。溜溜溜溜溜溜溜。南瓜派曲奇。没了吧，还有个铁剑。呀、哎、怎么又开出了个史莱姆。最后两个，又是那个，这给的是什么效果？这个白白的，速度提升吗？哎，又一个下界之心。我怎么感觉像是小铃铛放了个屁？我怎么放了个屁？我哪里放了个屁啊？你不能冤枉我，哥哥。我去看一下那个小鬼龙。嗯，好的。吓唬出生了，出生了。哥哥，你先让他认主我，然后我一会儿再过去。一煮的生鱼喂给他吃，会不会撑死他？不会，你要相信他的胃是。你来欣赏一下这个小宝贝，我的天，这个脚加上身上的骨头还有翅膀尾巴都是那个荧光的。我来了，哥哥，你要等我一下。这个给他逮着，他应该不会到处来跑吧？你打他一下，看他会不会打你？不要用剑，空手。好疼。一下就只剩一点点血了。好疼。是好疼呀。等这个古龙长大，咱们就把头顶的这个天花板先掉，带他出去。嗯，好的。那就让他先待在这里吧。嗯。完了。怎么了？新方块没开出来那个幸运药剂。但我这里有力量药剂，还有那个再生药剂，还有夜视的，还有抗火的，还有迅捷的。那有个屁用啊！等一下，我先买个马鞍先。那我再开点幸运方块先。我的天哪，我有好多好多钱哦！等等，我貌似明白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俩会生出火龙？你忘了吗？小绿绿喷的龙息不就是火龙的龙息吗？好像是哦。这稍微这思想不对，这个对，这思想稍微捋隔代遗传，稍微捋一下就弄明白了。你看这火龙，这火龙喷的龙息跟小绿绿喷的龙息一毛一样的。嗯，感觉好厉害。再见，我要被炸死了，哥哥救我。兄弟，你倒是喷他呀，喷他呀，喷他 Q， 喷他 Q， 喷他 Q， 等等，我打发，怎么感觉这火龙的龙息没什么卵用啊？可能也许大概吧。伤害好低啊，喷是喷的中，伤害好低啊。不是小白，你跟我秀蛇皮走位是吧？对的，没错。哼，烧死你啊的。
火龙的龙息伤害好低啊！小丽娜，你过来试一下，过来试一下，看他的那个火龙的龙息怎么样。哥哥，你确定非要拿我来试一下吗？我没穿装备。对呀、啊，肯定要拿你试啊！你就是小白雪啊！往后走。好，就这个位置，别走了。我刚看他张嘴，不看他吐那个龙息。完了，这他可能是假的火龙吧？这是条色龙，没错了，喷不了龙息了。刀呀，来呀来呀，我不怕你，刀呀，来呀，吐龙息了，叫你神气，一口元气水都喷死你。但宝宝一定要说出来。哇，两个时刻啊！等一下，我看试一下火龙的那个普通攻击的，咬死他！来，这个咬他呀！就不，你让我咬这个，多没面子！不是小火龙，你咬他呀，小火火咬他呀，小火火！就不，你让我咬就咬。不是，这小火火是废的吧？可能真的是废的，一口就咬死了。哎呦，谁打我？我的天哪！哎，你这小碎步，这咬他，咬死他！要！好多钱！哎，你是不是傻哟？打我小火火！哎，你别走呀，兄弟！我没走呀，你不要来打我！我不是让你坐着了吗？哎，这什么僵尸？这货是谁？僵尸首领啊！小师哥，你给我嚣张！我告诉你。不要逼我啊！是不是想让我屠杀你们？哼！出来吧，夜莎！小白，你不是很嚣张？完了！阿西玛！小绿绿着火了，小绿绿！小绿绿着火了，你快把他骑走呀！他没着火。这可浓痰吐的。完了，他的小房子全没了。哥给你。哇，你是认真的吗？对啊，我刚刚发大财了呀！我捡了好多好多矿，开出了好多好多好东西。哎，我转化装呢？我不就在你手上吗？你再右键一下。200万。完了，小，哎，小绿绿呢？小绿绿怎么飞起来了？你看你后面有个谁？你看你后面有个谁？看他，看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可爱哟、哦！穿的西装吗？红领巾吗？好可爱哟、哦！要领回家养着。哎呀，这抢僵尸！带着小白的头，你再过来我打死你呢！别过来啊，小孩子，乖乖的。哎呦，好了，咱们这期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嗯，好的。好嘞，那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咱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我们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